奎木狼，你一再逼我跟你结婚，可是我的心已经不属于你了。那既然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目标都是惹怒奎木狼，我这儿有个主意，不知道王爷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试一试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这儿有一计呢，就是想让他妒忌我们两个，然后大发雷霆，然后把他气死。好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跟我来。好。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？我第一次来这儿，还是奎木狼带我来的。想不到你们兄弟俩曾经还兄友弟公过啊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虽然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我不便插嘴，不过嘛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为感情不至于。你为何如此对我？你就不怕奎木狼迁怒于你吗？我就是让他迁怒于我，你呢？是因为奎木狼抢了你的女人，利用我去报复他，而我呢，不想嫁给奎木狼，利用你来气他。我们俩都是各取所需，一举两得，不是正合适吗？你说奎木狼抢了我的女人？哎，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，我就当没听过。不是，他深更半夜，你们为何在这里？奎木狼，你一再逼我跟你结婚，可是我的心已经不属于你了，我也并不爱你，你就别再苦苦逼我了，好不好？不管你爱不爱我，也不管你是否心有所属，你都只能是我奎木狼的妻子。这你都能忍？反正我是绝对不嫁。王兄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如此专横独行。哼，连对女人都是如此。我劝你最好少管我的事情，如果让我发现你有一丝一毫不轨，我随时都可以将你送回禁地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若我也心悦奇葩，为什么我不能追她？这犯了化兽的哪一条利律？我不同意。我看你是怕输给我吧。